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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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啊，叫啥名？护照的。啊？小绿。小绿。小绿呀、啊。小绿。等，搞不清楚在哪里。我们第一次见面了。哎，第一次见面。哦。哎，我帅，我帅。啊啊。哎，好赞，好赞。他也去。早安。哦哦。他也去雪山的啦。对啊。像那个小乐佩。会痛吗？小乐佩那个暗部，那个什么多癌症那个插入了，在下那个板叶岩瀑布，预计九个小时啊。好，今天想到张国文，早，还有刘医生，我都要翻译呢，出国深造很久都没有看到，翻译好，出国深造的，护照人，李勇队。我看他，你不要跟我领啊！有什么桥？啊，有兴隆桥。嗨，你好。要来到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15、16、17。入口这边下去就是千户传奇啊。啊。这边是新农桥，这下来就是这个他们而已啊。我们不是就从新农桥来的吗？对啊，这边是新农桥啊。啊，这边是千户传奇啊。哇，这天啊！泰山我们家里深藏不露啊，什么老先干的地方呢？啊，这边已经走过好几次了。今年乐佩走三次，卡宝走五次，你说怎么办？前辈在上，卡宝走完了，三次。力气，看这里，胸空的，小白赞不赞？赞，谢谢。笑不出来，三哥，谢谢。好，开始哦。笑白。有有有有，谢谢。
走往三寮路、赵林路了。月亮云深瀑布，反正月圆山，骑右下。脚要断掉了呢，下次不敢了。